这应该是守山人的屋子，我们暂时借住一晚。你没事吧？不要你再为我受伤了。你在花田都跟我解释清楚了，而且我也没有真正气过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希望以后不论再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能够一起面对。无法开口，在咫尺的距离。以后，我立德保全对你毫无保留。袁念初，五年前我能保护好，现在也能。睡吧，天一会儿就亮了。反反复复，就让我一个人去压抑，沉迷然后又清醒，你无需知晓我的秘密。回忆立腾，你怎么醒了？你还好吗？你就这样陪了我一晚上。
浩哥，警察也到了，我们把这一片都找遍了，没找到他们。喂。喂，江浩。力哥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已经找到了你带过的桶子，还有你们的汽车，你们人呢？我和念初已经搭上车了，我们得赶快赶到表演现场。我们俩手机都没电了，你们人没事就好。我已经联系拖车公司了，待会儿他们就会去把我们租来的车拖走。行，那等事情办完，我会先拖一车了。嗯。大哥，谢谢啊。客气啥，正好顺路。你还好吗？我们到了边城就赶紧去医院看看。不用了，我们先去表演现场吧。我换身衣服，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就好了。大哥，我们三点能到边城吗？能，再有两小时就到了。哎，听你媳妇儿口音不像是咱们这儿的呀。我从银城拐来的。能拐到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也是本事啊。